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属于控制器的安装方法，把这个快速接头内丝的接到这个属于控制器上面，把这个接头扣到快速接头上面，再把另一头扣到，再安装水盆，把这个水盆的脚安上，把这个控制器拧到这，用油芯擦固定这个水管，固定到围栏上。这个地方，你要如果让它下的水多的话，你就往上调一下；如果让它下的少，你就往下调，这是随便调节的。那水到了这个位置，它就不会再往下流了，除非是喝水的时候喝没了，就会再。